据中国新闻周刊8月21日报道，日前湖南省纪委监委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今年4月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进行通报，郴州市第一职中就业办原主任郁海军以学谋私问题，2013年至2023年3月，郁海军利用职务便利，直接或违规通过劳务中介公司安排学生到用工企业实习，按照实习学生300元至600元每人每月的标准，收受用工企业或中介公司所送好处费，共计 255.37 万元。郁海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。2024年5月，郁海军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